灵前是慈悲贤道出昏道之功。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
啊，分尊呢，就咱亲像咱人迄个本体，咱个内心。当咱今仔日向外追求外口的物质甲欲望的时阵，无形中咱已经迷失了咱的本性，咱是道啊。啊，所以讲十二种，靠一种老辅助，其实伊的宗旨也是要甲咱讲，咱唔要向外去欲，而咱来向内。道是伫自心当中上界宝贵迄项，也是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嘛。啊，因此呢，老辅助呢，伊借着遮，要互咱去了解讲，为什么人来到这人世间，伊会迷失了伊原本迄个道。是因为咱现在开始研究了哈，五色因不忘。五色呢，简单的讲，伊的意思就是有青、有赤、白、乌啊哈。啊，不忘呢，就是讲目睭失去了伊的正用。伊的意思啊，就是讲，当咱的目睭拢要追求着这五色，伊呢？在我们这个五色当中，我们那个目睭它就失去了那个正用了，所以呢，眼之欲实现，人本来就都爱看水，爱看形形色色，爱看好看，啊，所以我们想哦，如果说哦，今天有一项东西，我们很喜欢的爱足水的，啊个嘛，咱一定会甲保持足好势，对无？啊，如果讲一项物件，咱足敢爱，啊，放伫咱个头前，啊，有人甲咱规定哦，你逐工拢爱看一项物件，你个目睭只会使看一项物件，其他你拢袂使看。啊，咱若想哦，你逐工拢看，看一个不离眼呐，是毋是感觉？也无水啊，透水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水的感觉就无去啊。啊，就是甲咱讲讲，水，伊这种的感觉，伊足虚幻的。啊，咱人，当咱若感觉讲这项物件无水了后，咱是毋是搁会追求咱感觉较水的？当咱的心咧追求的迄、那个当下，其实伊是艰苦。啊，所以哦，咱也想看卖啊，啊嘿。从阮咧，诶，迄种要收集古董的人啊，吼，咱若想，因家的古董敢有可能一项的啊？无可能对无？因为伊感觉这项无水，了，伊是毋是会搁追求较水的？所以呢，咱就是来到这人世间，因为咱的目睭伊会去感触了，即、這个伊。伊咧去产生了咱的心，会有迄个对着的心嘛吼。来，那哪个呢？目睭伊的正用是啥物啦吼？比如讲啊，目睭是毋是看？啊，佮另外一项的，古早的老人。是古早的前辈，拢会甲咱讲啊呐，溜溜秋秋，食两蕊目睭，啥物意思？就是讲看了爱学啦。如果咱的囡仔也要出外口，吼、哦，要去学，西雅讲啊，是别人是拢会甲咱讲，溜溜秋秋，食两蕊目睭哦。啊，所以看啥物在学啥，所以目睭伊嘛是会当学，吼、哦，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学的意思啦。啊，如果讲哦。这个囡仔伊也学了无好，迄老人拢会安怎讲？学一寡阿哩不达的，是毋是？啊，就是讲，咱今仔日思思明，咱在看的时阵爱看有详细，爱看有清楚，咱看爱看重点。咱若无呢，咱会安怎？重点无好，啊学去边仔去，人会讲安怎？一寡压力不大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啊，看，咱哪呢呢？咱看的重点，啊，就是讲，要互咱经历了看了后呢，咱会当去明白啦，吼、哦。再来，咱看了后，咱爱学，咱哪呢？咱要学什么重点？
所以呢，咱的这龚老师伊蛮讲了一句话，伊讲修德修心。其实咱今仔来修学德的重点，就是要学这句修德修心。啊，就讲修学德，伊迄个重点就是要修好咱自己的心嘛。因此呢，咱来学德，咱要来修心嘛，吼，上简单就是安那，是不是爱来学经典，对不？啊，你讲，咱爱来学啊，啊，除了经典了呢，咱爱学啥？学现况。啊，为什么咱爱学？因为咱无透过学，不便利而修德。啊，讲，咱无了解道理，其实咱无法度通啊修德。有可能咱认讲我爱修德，咱嘛可能有讲咱爱修德，可是咱修德的方向，咱行的路是甲道偏去的，咱家己都唔知影。那哪安尼呢？这个标准要用啥来做标准？就是用经典，甲用现况来做咱的标准啊。啊，咱学经典，伊嘛有伊的重点啊，伊的宗旨啊。啊，咱学经典是要学啥？就是咱要伫经典文字之下，去悟出了经典圣人伊所留予咱，伊要甲咱讲的迄个真理。了解着圣人伊。因由伊当中迄个真理，伊要甲咱传达迄个真理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应该大师啊，吼，伊有讲了一句话，伊讲五杂禅经，啊，伊讲五杂连来即学问，亦占特殊找见到啦。咱都知影，应该大师伊去找了迄种六祖。啊嘞！伊伫遐去学着做甲印证了后，有一个足有名诶现象，就是一宿觉。印象大师伊嘛安尼讲嘛，伊讲伊伫足早以前，伊就开始咧去对这个学问，啊，就讲伊对这个经典这种物件，伊足用心诶会研究。所以咧，咱甲想，天底下其实它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一个在开悟的人，伊一定爱付出伊足大的心血，伫经典上去做个，去了解。所以讲啊，为虾米咱修学的，咱爱伫经典上去用功夫啊？因为呢，咱如果无了解圣人之意，其实咱唔知影要安怎想，因为咱遐想就是咱家己的想法。咱今仔日爱借由圣人之意。慢慢来调服咱家己的咱个人迄个意识。所以呢，老师以后安尼讲，伊讲修德不修表面啦，但看内心。修学德，伊毋是看伫外口诶，伊看伫咱每一个人迄个内心，到底咱的心、咱的力量是毋是，是毋是有偏离啊，是毋是有唔对去啊？如果咱的力量是对，咱若安尼，咱行这条路是正确。如果讲咱的理念是唔对，咱若安尼，咱虽然伫做，变做用心的做，有可能迄个效果已经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伫成长的路上，无人会等咱。伫修学的这条路，培养咱的慧行，培养咱的心念。这条路，伊无人会等咱。伊讲，随着个人的运气、个人的那努力的成长嘞。因此嘞，人会讲啊，其实讲修功的、无修报的，修学德是一件都现实的工课。你有修了有，你无修了无，无可能有人会当予咱杀了的啊。所以嘞，老师伊就安尼讲啊，吼。老师呢，伊来来讲，讲道理啊。咱呢，拢做想讲吼，来到佛堂，啊，要听迄讲师讲行千秒里的法门，对无？咱敢有安尼想？我拢安尼想嘞。我看也来要来佛堂行道理的时候，我拢安尼想，拢做期待的，讲吼，讲师会当讲一个行千秒里的法门。这个咱老师安怎讲嘞？伊讲吼。
申请名法，迄是江苏的。老师甲伊讲即句话，伊就有内涵哦。迄是江苏伊家己体会出来。啊，就讲咱每一个人拢富有迄个本钱，咱只要去用功，咱只要去用功夫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发现着迄个申请迄个妙理，迄个法门出来。所以呢，咱除了呢学经典以外呢，咱还可以当学啥？咱可以当学天、学地啊。因为有的真系伊安尼想啊，伊讲啊，我也无读册，我也未晓看经典，啊，那安尼我要学啥？生活当中有一个当互咱学，就是学天甲学地。啊，咱要学天学地啥？学天学地迄个精神，修学的只是学一个的精神尔。所以呢，咱来看天是啥？天是一个连，因为伊悬，所以伊会当看较足明白，看较足清澈，看较足远的。啊，如果讲咱今仔日阿弟如果无悬啊吼，就是讲咱当即个平地啊，咱若想哦，一间厝甲咱载，等阮看会着，咱是毋是看袂着啊？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咱容易伫人世间就是安那，计较、比较，啊来安那会乱叫。啊，所以讲，只要咱个眼光啊看浅，咱足容易就会安尼哦。可是天因为伊个眼光是悬，所以看的所在伊就是远，伊就是宽，伊的心念就是宽。所以呢，咱除了学天的歌名以外，咱会当阁学啥嘞？学天的单纯，咱来看，这个天空有水无？伊是毋是拄仔云尔？对无？啊，咱甲想哦，啊，咱人的世间呢，是毋是足复杂嘞？对无？啊，所以啊，就是去学天迄个单纯，迄个真实啦吼。啊，最近呢，咱是毋是拢时常在落雨？啊，好啊好，忽然间就想想着一个迄种，咱落雨是毋是乌天暗地，对无吼？啊，咱嘛知影讲，日头伊拢有出来，只是咱无看到日头。为虾米？伊迄个乌云藏的，对无？吼，人呾亲像比如咱人是毋是会拄着日间、困间？挫折，对吧？啊，迄个时阵就是那亲像去，那亲像乌云哦。啊，当遐乌云伫咱个面头前的时阵，咱个心爱亲像日头后壁，乌云后壁迄个日头安尼，咱个心爱光明。来讲，咱个想法爱光明，咱唔好负面。因为日头伊拢伫个，咱个光明个自信拢伫咱个自信当中，只是乌云环境伊免伊暂时个尔，时间伊一定会过。佮来呢，咱学天学地了后呢，来咱来学地，咱看地面上地承载万物啦吼，伊破坏。所以，伊先载了万物，伊载了山，载了树，载了厝。啊，所以讲，地伊就是足高的。因此呢，咱来想哦，伊离伊伊要起较尼高，伊的地基是毋是爱拍足深的？啊，就是讲表示讲地伊足高的，因为伊高，看有法度啊承载遐尼侪物件。咱若亲像咱一个人，咱要用的心，如果啊高的话，正。啊，大个话者，咱就会当去容纳足侪人。所以道伊，所以地伊嘛爱实现迄个道，会互咱看。吼、哦，所以咱会当去学天地伊个真实，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当然安尼呢，咱是咱着有法度通啊，慢慢就是咧学习
个，咱学习了这个道啊吼。再来呢，第二句就是五音人人力农。五音呢，就是宝箱甲丈夫。力农呢，就是听觉失去了正用。简单的诶意思就是讲，当咱的耳啊，拢要追求这个五音，追求这个音乐。而呢，咱沉迷在这个音乐当中的刺激，久了后呢，咱这个听觉伊就失去了伊的正用啊。所以呢，耳伊的药就是声啊，吼。比如讲啊，有一条歌咱就爱听，啊，如果呢，也有人甲咱规定讲，你逐天拢听这条歌。咱敢听会久，是毋是听袂久？上好听吼，听一天，搁听到第二天了，会感觉安那？足烦的，甚至呢，咱会安那关关卡，是，因为足烦的，较听着听一条，咱会感觉足烦的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伊嘛是咧甲咱讲，听觉，伊是足短暂的，咱感觉好听这种感觉啊，伊足短暂的。伊是厌恶的啊，吼！啊，当咱的迄个烦的心也生出来，其实迄个苦伊就出来啊。那哪呢呢？咱这个耳仔呢，伊要安怎去伊正用个对啊？吼！咱若想哦，耳仔除了听音乐、听声以及外，咱会当搁听啥？是毋是听人咧讲话，对无？人咧讲话嘛是一种声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听书聪就是讲听的时阵爱听清楚。简单来讲就是讲，咱咧听是毋是爱听重点？啊，来讲，如果讲啊，一个人伊啊重点都无听，啊，拢听一寡迄种的。阿你咱是讲安那？会讲这样啊？抓不到重点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听伊爱听重点啊，吼。啊，再来呢？如果讲呢，咱今仔所听的，拢用咱家己的喜好，就讲听我爱听。啊，我无爱听，我就无爱。那哪安尼呢？这个声音可能咱就无法度通直接讲。这个声音真正要予咱迄个作用啊！为虾米予我卡安尼讲呢？因为呢，咱若想哦，咱拢听咱爱听的啦吼。啊，其实有可能咱无爱听，其实对咱是有帮助的哦。好，因为呢，咱爱听人讲咱的不足。是不是拢袂啊？啊，咱拢较爱听啥？人甲咱娱乐，对无？好看嘛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别人的建议咱爱听，别人的娱乐呢，咱毋好是。有啥物互阿爸来讲？世上吼，社会吼，拢会安尼啊，就是讲，咱若要用一个人吼，你甲娱乐，你一直甲娱乐一个久安那？这个人伊就听你的话啊！啊，如果你要害一个人诶，你嘛是甲娱乐，你只要一直甲娱乐，这个人会安那？会空格，会自在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当咱甲咱讲好诶时阵，其实咱也爱注意啊。好，当咱甲咱讲建议诶时阵，咱爱听，为虾米呢？因为现在要讲真话的人很少，甚至还要看，伊要跟你讲，伊还要看你哦，看你敢会牵一通啊讲哦。因为如果你也未牵一讲的话，就伊甲你讲了了，足麻烦的啊。所以讲要跟咱讲真话的人，伊嘛爱看咱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呢，为什么？因为中言
你呀、啊，要甲咱讲真心话啦，伊知影，惊咱袂康一啦，啊，所以讲，中原伊是流流你的，因为伊足歹听，啊，为虾米会歹听？因为空话之言，气耳，甲咱口腔的话，伊的气只合在咱的耳腔啦，愿意接受，必须选择。只要咱去，咱愿意甲接受人甲咱来建言，其实咱的成长，咱的进步，为虾米？因为咱会去发觉到咱家己无好的所在啊，吼。所以呢，贵人甲咱讲真话啦，伊就是咱的贵人。贵人伊无一定会助你发财，但伊会帮你发现你的问题。往往呢，咱家己的问题，其实咱家己要发现是足困难的啊。咱必须爱教育，人讲啊嘛，旁观者清啊，爱照边仔的人，伊看太清楚啊，因为当事者大部分拢袂，所以爱经由边仔的人，伊看清楚了，伊甲咱提醒，了咱家己搁反思，想看卖啊，咱是毋是？人讲的安尼的问题，所以讲啊，贵人伊会帮助咱发现咱的问题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除了呢接受人的建议以之外呢，咱的耳仔呢，搁会当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苦瓜虽苦，吞入肚；甘蔗虽甜，爱配合。我感觉这句话最有意思的哦，别人给咱的建议，让咱去像迄个苦瓜啦，啊苦瓜吃落，伊是吃落要倒来哦，伊安那会退火对无？是不是？啊甘蔗是毋足甜的，嗯，啊迄皮敢袂当吞，是不是袂当吞？爱吐出来对无？啊，就是咧讲讲好听的话，让咱去像甘蔗，伊足甜的，这个苦，这个苦，不是嘞。唔好甲吞落去哦，为虾米？有伊个事伫内底啦吼。所以我就讲，即句话真正是有意思的啦吼。只要好的物件你吞下落，对咱一定拢有帮助的啦。再来，咱的耳汤，伊个建议就是听的力量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一贯的自然听得了后呢。咱时常在做的一件工作，就是听道理，对无？嗯。拢来去等听宣传嘛。啊，为什么要叫咱听道理？因为力量健康得不了。适合的讲的是讲一个力量，好。所以呢，咱来想哦，初初咱来教道理，有可能咱是因为咱的因素对咱足好诶。对无，啊，都时常安尼甲咱讲，时常安尼去找咱，啊，所以歹势咱就来啊，对无？可是呢，咱的老师甲咱讲哦，用钱实验该，利卖贴算，啊，讲一开始咱有可能因为人情而来心得，你来得定，可是人情你袂使顾，人情一个顾了后呢，伊会出状况，都有一间。人对咱无，迄、那个情无去，安尼咱要安那？咱最容易倒。啊，所以讲啊，讲咱用情，你爱对伫后壁，也是讲咱爱在听着，伊爱互面子啊。安尼呢，咱较袂去倒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听着你呢，咱要听啥？吼、哦，其实嘛是要听重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江苏伊只是一个做诶。江苏，伊基于伊的研究了后呢，伊的体会，讲予咱大家分享。借着江苏的讲的道理，去鼓动着咱自己内心迄个真理啊。事实上，咱来想哦，伫人生当，伫咱咧听道理当中，如果讲咱自己本身迄个真理伊无生出来，江苏甲咱讲的道理，伊是短暂的。我是看安尼讲的，咱若想哦，白白一张道理，遐尔济人咧听哦，
有的人是无感受的哦。可是有的人是有感受的，咱若安尼，迄个感受伫底？伫听的人身上，毋是伫讲师的身上。白白讲师拢讲一句话，可是有的人伊听的，伊感觉无啥物话。可是有的人伊就感觉讲，足有感觉的，甚至伊会鼓动着伊的内心，伊的发心。咱若安尼，迄个主体伫底？是伫讲，是毋是伫讲师？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自性佛，迄、那个自性先发作用，咱靠迄种的体会啊吼。所以呢，当咱呢有了体会的时阵呢，听道理听了后，有功课哦。道理听了，毋是安尼就煞哦。道理也听了，安尼就煞，安尼做无彩。当咱伫听道理当中，咱有感受，咱来即个感受，咱来摕倒来咱的厝边。啊，就讲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咱会拄着人事物。较早咱拢用咱的个性、咱的惯性的因素。可是今仔日我经由了道理当中，我有感受啊，用我迄个感受来面对着人生当中我所拄着的代志、人事物，开始慢慢去转变着咱的思想。咱的看法，吼、哦，去甲应用啊！当咱安尼应用的话，只咱是不是就心得啊？所以呢，师尊伊讲啊，伊讲修得无所，修道无所获得啊，只有心得。其实修学得，伊无得着啥，伊得着啥物货？得着心得。啊，就是讲。当咱伫人生当中，当咱修烦恼当中，修烦恼甲人生伊是无分开的，伊是一体。哦，咱拢会认为讲，来伫道场就是咧修道，可是等于到厝了后，同款阁是过着咱家己的生活。咱若安尼，即个理念有可能有小可偏差。修学道是处处拢咧修道，处处拢咧烦恼。我好唔想你看安尼讲的。咱也想，其实伫咱的厝，咱也是咧修道，咱也是咧办道。因为呢，咱伫道场的时间是毋是足短？咱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底，是毋是伫咱的厝里？对无？啊，咱也想哦，道场的道的真天者，是毋是拢足慈悲的？啊，咱上较艰苦的所在是伫底？所以讲啊，其实要互咱修的，是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工作场所，伫咱所面对的遐代志。咱要安怎经由咱修学得了，慢慢经由道理来分析着咱的内心，去面对着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当咱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处处咱拢有法度通啊，把生活当作道场来修持的话，只慢慢咱的内心就有心得啊。有心得了后，师尊伊是毋是安尼讲？伊讲苦其志才有的辉光，立其境才有的印象。修学得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，必须爱经由伫生活中去练练。当咱的练会了后，慢慢。咱个慧根伊就出来啊，所以呢，伊除了听道理，也是讲伫生活当中，咱要慢慢去实践咱所听落来的道理啦吼。再来，苦逼人人靠爽，苦逼呢就是生低苦乱行。靠爽呢，就是讲靠呢，失去了一点健康啊，吼。哎，啊，就是讲，咱如果呢，咱的嘴拢追求着这个五味啊，吼，伊呢必定论在这个五味当中的享受，一个久呢，咱的嘴也失去了伊迄个健康啊，所以呢，靠也用就是。我做一个比如，如果讲吼，有一项物件咱做爱
吃。啊，咱的太太呢，三顿拢煮，拢煮这项物件。啊，伊头爱煮的时阵，咱心情足欢喜的，吼、哦，这项我足爱吃。啊，咱会食足济嘞，会吼，他嘛是安尼啊。啊，如果讲呢，第二顿搁煮这项，咱嘛是感觉足好食的嘛吼，第二顿尔嘛吼。第二天搁煮这项，咱会想讲，啊是。是拢无别项通啊食呢。第三天搁煮一项，咱会安怎？咱会避免啊吼，确实搁会避免啊吼。咱就讲安怎？通通去，食袂落后，为虾米？看着想着你就惊，连续互你食三天，你想着迄项菜，你足爱食哦，想着你就惊，为虾米？因为口味一种物件，伊嘛是足端正。咱感觉好食，可是食一个久，迄、那个好食的感觉就无去啊。所以讲，注意嘛是会甲咱讲，讲，讲咱一直咧关注着咱这个口欲。所以讲啊，咱个想看卖啊，有个人面对咧关注伊个口欲哦，听着对啥物物件足好食，坐飞轮机嘛去个食个。啊，所以当你安尼，哎，追求满足你内心点个目标。其实，迄就是你苦的来源啊。所以，老佛祖伊今仔就是要甲咱讲，向外去追求，伊拢是苦的啊。好。所以呢，嘴除了食，伊佫有一个甚物作用？是毋是讲话讲对无？好，伊除了食物件，佫会讲啊。啊，所以呢。如果讲吼，一个人若爱讲话吼，拢袂讲重点的，咱会讲伊安那，讲一寡五四三，计讲拢无讲着重点，啊，拢讲着一寡五四三的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讲话伊嘛是一个学问。啊呢，咱咧讲话呢，咱爱言思中啊吼，就讲咱咧讲的话，爱诚恳，爱实在啦。所以呢，讲话爱足小心的啊。因为诶，机智妄言，鬼神业；恶口两舌，天人业。因此咧，咱咧讲话，咱咧注意哦。咱今仔日人讲一寡机智，讲一寡妄言，其实连鬼甲神，伊都会嫌呢。啊，咱若讲一寡恶口两舌，连天人伊都会出讨厌呢。啊，所以哦，咱咧讲话。咱来注意，因为咱时常拢会讲话啊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咱若心，咱目睭闭紧起，咱会讲话袂？会啦，咱伫咱生活当中讲话这件工作是咱时常在做，可是咱爱做注意的吼。咱哪安尼呢？咱爱做注意咱在讲话啦。可是呢，咱来想哦，如果讲吼，一个口才足好，啊，搁一个口才足歹，咱希望是做迄个口才足好，迄个口才足歹，口才足好对无？迄个好好好嘛，要选择口才足好。啊，所以册讲呢，有足侪册拢是咧教咱安那训练口才，对无？所以咱若去册讲看，有够侪册就是讲教咱讲要安那训练咱的口才。好足好个啦吼！可是呢，咱个心口才能力比袂上口才能力。一个人伊口才足好，未必然伊就口才咯。可是一个有口才个人，伊虽然伊口才无好，伊讲个话是实个哦。所以，咱到底是要安怎去拿捏讲？什么是口才？什么是口才？咱到底是要爱口才，是要爱口才无对啊？上盖好就是讲口才也好，口才阁好，安尼才上好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口才其实互咱大家安尼想啦，安怎是算一个有口才的人？其实互咱个人的迄种想法，就是讲。不做人身攻击，
去做咱讲的话，莫去做着人身攻击。啊，讲即句话讲出来，会攻击着别人。咱若安尼，这就是无口德啊。啊，所以即摆社会安那，只要咱去共攻击，咱会去罚钱的，对无？是毋是？所以啊，一个有口德的人，伊袂去攻击着别人的弱点，啊。再来呢？这个嘴，伊个另外一个作用就是，伊个作用就是宣传，是功德力啦吼。啊，所以咱个师尊伊就安尼讲啊，吼，圣人安尼讲，见人担德，看到人就爱功德啊。啊，我就安尼想啊吼，如果护法也无德，安尼要安怎甲人担德？护自己都拢无德啊，安尼是要安怎甲人担德？啊，所以讲，咱要建人担德，第一个要件就是讲，咱自己本身爱先有德，咱才会当甲人担德啊。所以咧，师尊伊讲，道在过生活，德在过生活。咱甲想哦，咱的生活到底藏的是德还是俗？如果讲咱的生活藏的拢俗，啊，那安尼咱讲的是毋拢俗？啊，俗是啥物话啊？吼，就是讲咱的心所藏，拢是人世间的人情世事，拢是啥？茶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啊，世间的代志啊。咱的思想、咱的心中拢藏世间嘞，咱哪安尼嘞？咱的心就是藏在世间，吼、哦。啊，哪安尼？咱若想，咱的生活敢有得？是不是就无得啊？啊，若无得，咱要哪样难得？啊，心中拢藏得来是啥？就是六祖讲的“雄健基德，医德之雄东”。一个人伊会当。经由着伊个处事当中，去发现着家己个毋对，所以呢，有时阵啊吼，咱若做一个代志吼，咱拢会安那，是毋是拢会怪别人？啊，最近啊，佛法高调吼，伫咧取缔吼，红灯右转啊。啊，有一间佛法吼，我出去啦吼，啊，就我停红灯哦，啊，看着对面一个先生哦。伊应该是无看见警察伫边啊，伊就甲红灯右转，啊，迄警察就哔哔，甲压落来对无？啊，我伫咧想啊吼，毋过啊，好汉吼，只要压落来，快一点讲吼，警察大人，你看徛较出来，你徛安尼，我就无看到你，所以我才右转，对无？啊，你若徛较出来，我看到，我就袂右转啊。啊，所以咱一般咱拢会指责别人，是你安尼，所以我才安尼啊，对无？啊，当咱若拄着一寡代志，咱拢会埋怨。啊，为什么一件代志，看是我拄着，看毋是别人拄着？啊，咱即只会去反省，就讲，为什么别人袂拄着一件代志，我还拄着一件代志？啊，那问题是毋出伫我，毋是别人啊？对不？所以讲，天底下伊无迄无缘无故发生的代志，伊会发生伫咱的心上，一定是有伊的原因的啊。啊，就是讲，上天伊要甲这件代志发生伫咱的心上，除了伊是因果义之外，就是上天伊要造就啦，伊要互咱成长的机会啦。啊，如果讲天有善意要互咱成长，啊，咱拢埋怨，啊，那恁两个我都成着，是毋是都我都成着啊？所以讲啊，伫生活当中，咱要安怎有德？啊，就是讲雄健基德，吼、哦，有做讲医德之雄东啊，吼、哦。再来呢？低片灯啊，令人心发火。低片呢，就是对着农夫主伊咧讲的时阵，是咧讲古早时阵拍蜡，因为呢，古早的时阵到冬天呢，
为农务通啊做，所以呢，拍蜡是因一个消遣的底啦吼。啊，咱呢，因为咱即摆人足少咧拍蜡嘛，嘛袂使拍蜡，为虾米？动物保护法吼。啊，所以咱就讲咱现代的底啊吼。再来，等等呢，就是喜好甲兴趣啦。心发狂，就是讲咱的心情。简单的意思是讲，当一个人呢，伊拢要追求着伊的兴趣、甲伊的喜好，所以伊的心无法度通啊静落来。所以啊，咱心之欲就是欲，即身躯的伊的甲伊的种就是欲，欲就是感觉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做一个比喻，咱心是拢会，如果讲啊吼。做完时阵，咱会安那，是毋是开冷气，要互较凉的对无？对无？因为身躯伊感觉伊无舒服啊。啊，咱若想哦，咱啊拄到迄种假日的时阵，咱会想要创啥？咱是毋是拢会想讲买风景区啊，去行行看看啊，对无？敢是安尼？咱讲做迄叫做啥？散散心，对无？吼。啊，咱来想哦，迄话真正做有意思的哦，散散心哦。啊，咱若出去了，咱拢安那，行到山外对无？啊，山到尾心都无转来哦，流连忘返。即个流连是咱遮流连哦，心都伫袂入边啊，毋知影要转来啊。啊，结果是人转来，心都伫遐，心都无转来哦。啊，咱来安那，吼，遐足水的，后一间若有机会。我搁要去耍，对无？咱拢会安尼讲啦，吼。啊，比如讲啦，吼，啊，做一个，即个所在，即个风景区，咱是感觉伊足水的。啊，如果讲啦，吼，叫你伫遐住一个月哦，你拢袂使出来，你拢袂使离开啊，嘛袂使来都市哦，就是伫即个风景区住一个月哦。啊，住了你会安那？你住会住吗？啊，是毋是做袂了？咱会感觉安那？哦，做无聊的，对无？也是来大卖场较快活，对无？会当看，会当照。啊，所以讲，身躯这种感觉，咱感觉伊水，其实这种感觉它也很短暂，足虚幻的，对啦。所以呢？当咱迄、那个，你追着想要搁去佚佗，想要搁去咱所爱兴趣的所在，其实当咱咧追着的当下，迄、那个苦就伫咱的心生出来啊吼。啊，咱也想哦，如果讲咱今仔日咱的兴趣到底咱要放伫倒啊吼？咱的兴趣是要放伫人处，还是要放伫天处？哦，咱这个兴趣啊吼，咱每只拢有兴趣啊。有人的兴趣是啥？插花啊！啊，有人兴趣嘞，写毛笔啦，是拢无同款，对无？每只拢有每只兴趣，啊，咱的兴趣呢，到底是要放伫倒个吼？所以呢，有的人伊的，如果讲咱的兴趣啊吼，啊拢放伫，吼，世间足趣味的嘞，咱敢有感觉世间足趣味的？嗯。吼，世间足好耍的嘞。也是讲呢，做人，这个人做到做人的呢，咱有的时阵咱拢会安尼共讲无？这人做到做人的呢，啊有的时阵咱嘛足希望咱家己做到做人的呢，那哪安尼咱的厝伫倒？人间。啊，咱甲想，咱的厝是伫人间，咱以后的归宿是伫倒？人间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如果讲啊。咱今仔日咱的厝是伫天厝，天厝伊就是清净得定。咱今仔日咱的兴趣是放伫遮的物质，咱若安尼以后咱的归宿就是天上。所以讲归宿不是咱目睭睇去了才去的，是伫咱现在就决定啊。到底咱的思想，咱所要放的是要放伫啥物所在？咱的意念到底是伫啥物所在？伊当下就决定了以后咱的气数，
所以气数毋是伊，毋是咱死去，较接近西方诶咧，是当下咱认定世间，咱的迄气去处就已经出来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再来，咱的身躯啦，吼、哦，去外口安尼做安尼拍，是毋是新的未接？啊，咱心，咱这身躯未接。有时阵，咱都会想讲要好静啊，吼。啊，咱甲想哦，如果心也无静，只是这个身躯好静坐伫遐，伊敢真正有真正有静？有必然啦，是啊，互较早安尼讲的。有个人你看伊静静坐伫遐哦，伊是咧打梦想哦。像咱亲像咱的囡仔吼，你看伊头前摕一本册咧看哦，你毋知伊咧读读咧想啥哦。对无？啊，你要安怎学生讲伊有读册无？考试啊考了，你就知影这囡仔敢有读册无啊？平常时啊，你看伊拢，我怎拢摕伫遐呢？是大人想做放心诶，吼、哦，我会听做用功诶读册。啊，考出来诶，啊，知影讲原来伊是看册心无伫册呢。所以讲啊，其实这身躯要互静，伊迄根本处就是心。心，要安怎较会静？只要咱个主人也出来，咱的心伊就会静啊。啊，其实咱个心，主人伊并无离开咱，离开了咱这个体哦。因此呢，为什么惯道初初来伊爱来平道？啊，就是讲借着灵书，伊只点开了咱每一个人心中迄个本体，迄个主人。人呾亲像讲，即个主人伊咧困，你用甲点醒同款。书借着伊个纸去甲点醒了即个本，即个人，计卖去困啦。所以纸伊个重点就是安尼。如果咱若是，咱今仔无想书去纸啊，虽然咱拢安尼听，咱拢伫世间安尼做，可是往往个，咱迄、那个，咱迄个本体迄个心吼，伊要发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呢，经由了咱修学得了，慢慢咱拢会听讲师会甲咱讲，会说法，咱拢知影讲，咱的身躯有一个好的，就是有这个主人在底啊。咱若想哦，咱的身躯有主人，可是这个主人。伊无法度通啊做主，为虾米？咱的主人拢互请伊伫边啊，啊，结果是怎样来做主？咱一个做灵卡的使用人来做主，迄个是啥？咱的心。啊，所以咱想心，有诶人拢会甲心比喻做啥？心猴对无？是毋是？啊，咱若想猴，猴伊的特性就是啥？是毋是做猴跳？对无？啊，咱的心呢？咱的心，咱亲像伊只狗呢？咱时常会起心动念，咱看啥就想啥，看啥就讲啥，甚至有诶时阵咱无看无，咱家己嘛会无，也嘛会想呢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啊，其实咱的心，伊就若亲像伊只狗，伊足容易起心动念。啊，当咱呢？咱若起了一个恶念，咱会安怎想？咱心里感觉讲，吼，我还起这种念，够不败啊！我修学道啊，看会使搁起这种念，啊，咱会想安怎？咱是不是会修一个善念，甲带落来，对无？吼、哦，一般咱拢会安尼啊，咱会转念转好念嘛。啊，心里咱甲想哦，安尼敢是根本？当你起一个念，你搁用一个念甲背落来，安尼敢是根本？其实安尼毋是根本，真正的根本是啥？念起即个，啊，就讲，咱个念头起开，咱家己有法解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安尼讲：不怕念起，只怕家己。啊，讲唔惊你起。
体谅，只惊你这个想过慢的。为什么啊？惊个想慢，因为惊你量起了去做业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觉其实觉就是咱本性的一个作用。只要量嘛起来，咱的觉有出来啊，咱就知影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咱要哪修持，就是讲去保持着咱察觉的这颗心。当咱发现着咱的心起念了，起了妄念、妄心的时阵，咱唔好生出一个讨厌，也是讲生出一个要甲压制的心嘛。咱唔好安尼甲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伊个念出来了，咱是讨厌，去生一个压制的心，就哪亲像即个一丛草啊，用一粒石头甲底。虽然暂时底草啊，咱无看到，草哪有存在？有，伊共款搁伫遐，迄个种子共款搁伫土里，只是伊暂时予你个石头甲底。就讲，咱生一个歹个念头，咱用一个善念甲底，伊只是暂时底尔。迄、那个歹个念头共款搁伫咱个八识里头，伊无根除，只要伊现若生息，伊共款搁会爆个。咱捌看过迄？当阿家路邻边啊，有迄剥个树啊，啊剥个草啊，无有无？有吼。啊，咱若想，当阿家空遐尼高，伊阁剥会出来，表示内底有个种子。所以呢，当咱起念了，当咱有妄念了，咱莫去甲压制。咱只要呢，静静，啊讲依着平静的这颗心，咱自信。迄、那个如如不动迄粒心，咱去甲看，咱定定啊伫遐甲看，看伊安那，看这念头，伊会起，伊会落。其实念头就那亲像一片云尔，伊会飞来飞去啊，它会起落的。只要咱莫随念而动，渐渐生就出来。咱今仔上最麻烦的是安那？念起不觉，当这念起开，咱无不觉的时阵，咱是不是就随着咱起念而做，对不？我喊你做一个，我喊你将心的话讲一讲，喊你来看景的，啊，即摆景的呐，安尼看吼，看无几分钟，忽然间就一个念头生出来，吼，就出一单，我喊你安那，是不是啉茶，对不？现在第二天你还要回来再坐来看，你看没多久哦，我的心情说，啊，衣服不洗，啊，给我做什么？是不是洗衣服？对吧？啊，所以我想哦，当这个念头起的时候，咱都没发觉，咱的行动会怎样？是不是就做啊？啊，其实好好的目的是要看经典呢，啊，结果一天下来，经典看多久？看无超过三分钟，家事做了了。唔知真现在讲，咱讲有一种生活当中的感受底啊。所以咱人最重要就是讲念下去，咱无感觉，咱就念念千年。随着咱的念头一直跑，一直去，一直走啊，咱无法度通啊去克制。因此呢，他会讲不怕念起，只怕觉。迄、那个觉啊出来，其实当下迄个念就无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安那亲像正德我也甲咱讲，伊讲不求精不断无，了知已发空无相。就是印证佛法上我会甲咱叙述的讲，其实念头，咱要去求一个精的，要去想一个梦，伊这是。这伊是无想，伊是一个希望的吼。过来呢，咱得知吼，人民幸福。咱得知吼，是讲需要的物件，咱家己无的物件啦吼。幸福呢，就是讲不择手段。咱移民简单的解释就是讲，咱呢。会去追求着
会想要爱讲咱无的，咱无的物件啦吼。二呢，咱会做出了不择手段的方法，也是讲，当咱感觉讲这项物件我无，而我想要得到，咱就会不择手段去甲取得啦吼。啊，所以呢。所以呢，咱甲想哦，伫咱的生活当中啊，吼，有偌侪物件是咱无的，是毋足侪？啊，足侪物件拢咱无，啊，因此咱会安那，咱会足想要得到，对无？啊，咱就用尽一切的心力，一切的方法，想要得到咱所想要爱的物件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意哦。想要爱，这就是咱的意念。意就是意之欲，就是贪望。来讲，这个念头，伊是贪望。所以呢，当咱想要得到咱要爱的物件的时阵呢，咱爱先想一下，还是讲爱先想看卖啊？咱用这个方法来做，敢得？建一丝意气啊，就讲，咱想要去得到咱所要爱的这项物件，咱爱思考，咱安尼做够有下得着，够有下意力的无？如果讲咱所要咱做的，伊是无下，咱若安尼呢，咱就爱思考啊，因为当咱用无下得着意力去得到的物件呢，无形当中伊会予咱做了。无好因缘啦吼，所以呢，清净天女就安尼讲，伊讲，既先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，有苦心心。即，当咱有生了一个贪求的心嘛吼，即个心，即个想法，其实伊就是希望心，伊就是。伊就是一种妄心，啊，为甚物呢？咱开生出这个贪求的心，因为呢，有一个我，伊讲我想要爱，啊，当这个我想要爱，我无的时阵，咱的迄个求的心就出来，啊，所以呢，当这个我生出来了后呢，咱嘛想哦，咱就会开始呢。对着这个世间开始，咱就有足多的思念，咱就会去认为讲，什么会好，什么会歹，什么我需要，什么我无爱。啊，所以呢，当咱用这个我，伫这个世间去认定遐个物件了后呢，就是讲我需要的，我想要爱。咱若安尼，咱迄烦恼的心就出来。为虾米讲？因为呢，当咱无的时阵，咱是不是烦恼？咱就想要得到啦。好，咱得袂到的时阵，咱就烦恼，咱就想要得到。啊，当咱得到的时阵呢，咱就想安那，咱就想要甲保护好势啊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其实这个贪念、贪欲之心。伊个根本就是伫即个我，所以金刚经伊头讲了一句话，伊讲，咱若要成为一个菩萨，爱无我相、理想、正常相、实价相，啊，就讲第一个，咱爱先了解讲，去除了咱自身迄个我，即个我，因此呢，人世间咱会有遐尼侪问题，迄个根源出来是为着啥？为这个我出来，所以当咱若有我了后呢，咱开始去分辨所有一切的物件。当咱在分辨了后，咱的心伊就向外去追求，咱就无法度通啊真正去恢复着咱自己的本心，吼，咱的自信。所以呢，咱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其实咱有体。有体，伊就是爱有应用。伫应用的当中，如果讲咱这个我，咱若歹去甲认定讲，
什么月是好，什么月是歹，安尼简单来讲就讲，咱莫去起分别心，咱莫去起执着心，咱莫去起对待心。其实世间一切物件，伊只是互咱用，互咱用的啊。是因为咱去甲分别，分别着什么月好，什么月歹，什么月我要爱，什么月我无爱。因此，咱才会惹了遐尼济烦恼妄想，互咱的心甲心需要迄个苦。所以呢，老佛祖其实伊也是要甲咱讲，人间不过山的乌光水色啦，啊，就是讲世间伊只是浮光景色，拢伊本来就是有这个现象。只要咱莫起心，想要去甲拥有，想要去甲爱，咱只要是远离不近，就讲咱伫这世间，咱应这个世间所有的形形象象，可是咱的心无起这种的念头，咱哪安尼？世间就哪亲像？咱的这公老师伊讲法，游戏三昧，就是游戏尔。咱的世间是咧游戏尔。所以咱若想哦，迄个囡仔伊来耍无，耍迄游戏了对啊。咱若想伊耍耍下呐，迄游戏就比伊啊呐，是毋拢等伫边啊，对无？咱若亲像迄个意思，世间伊是互咱用，用了就好啊。咱如何把伊放在咱的心？如果用了，咱甲放在心，安尼就做麻烦。就是玉水三千，基础一半亿嘛。因为呢，就一个故事安尼讲，讲因为这个版本有济啦吼，啊，互我看这个版本就是安尼，就是讲有一个师傅爱带着伊个徒弟去遐画的，啊，伊两个行出远的，啊，伊这徒弟呢就讲师傅啊，足喙焦的呢。师傅就甲讲，等下吼来找看到水无？啊，即摆两个人咧行，哇，都行到个有一个湖啊。啊，即摆你这徒弟看到这个湖了吼，拢点点伫遐徛。啊，师傅就感觉足奇怪呢，你这徒弟足喙焦，啊有水啊，你较毋去食。啊，所以呢，师傅就甲这徒弟问哦，啊，你较毋爱食水？这徒弟就安尼应啊，哦，这湖遐尼大，我哈食会了啊！啊，伊师傅就安尼，就甲迄个碗吼起起，啊，为迄个湖安尼捡一碗，啊，里面就做，就安尼行，就安尼讲啊，绿水三千，基础一半矣。啊，所以师傅迄个徒弟开始呢，水虽然足大，出来出妙的，天地虽然拥有足济。做些物件，只是用咱需要的，对无？你世间就是安尼啊！咱今仔日就是生出迄个贪心，想要爱足济，咱较会有苦心，有苦心心的，咱的心态受到艰苦，咱较会呢，伤病苦害呢，流浪生死呢。如果讲咱今仔从迄想说安尼，你需要啥，你就捡一半海鸡。积业去当了恶啊，对不？所以呢，学好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咱伫这人世间有名有富贵，但你物件拢有，只要咱卖去过分的追求的对啊，追求伊就造成了咱的困扰。所以呢，人生的快乐不在金钱甲物质的拥有啦，而是道理的体悟。事实上就是安尼哦。咱若想咱拥有了足侪金钱，足侪物质，啊，如果讲啊吼，咱道理都无了解，啊，若安尼，咱内心的痛苦、烦恼
敢有可能借着金钱、甲物质来替咱解决？是毋是无法度？对无？啊，所以啊，如果我讲啊，咱今仔日咧看病、咧艰苦，虽然咱有法度通用钱来治理啊，吼，治理咱今仔日身躯，啊，如果讲今仔日咱这个钱，伊无法度通解决着咱身躯这个苦的时阵，那哪呢？钱咱家家最重要。我就一个比如讲，如果讲今仔日发一个工钱啊，啊，真幸佮互发足侪钱，互发个快乐，是毋是袂快乐？对无？因为我的苦，我的病就是我的苦啊，钱伊无法度通解决着我的苦啊。咱哪样啥物话会当真正解决着咱内心的苦？是咱去体会着迄个真理。唯有真理才能解决着咱人生所有的烦恼，所以最大的快乐也就是体会出了这个真理啊！吼，好来，是以圣言的威风不威猛，威风呢就是讲内在的内在，威猛呢就是心外咱的外用，头我所讲的某音某色某味啊！所以呢，圣灵伊今仔圣灵，伊的方向就是讲藏伫伊的内在，福嘛，福，是毋是就是伫咱的身躯的腹肚，咱的腹肚，福就是讲腹肚，啊腹肚就是伫内嘛，安尼咱若想讲福，福就是目睭，目睭所看是毋是外口，啊就是讲圣灵伊今仔日伊的用心是伫伊的内在。伊毋是藏伫外口，吼。所以呢，胃痛啊，吼，啊，就是着做大师你所讲的菩提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即个福，其实老师伊要甲咱讲的，讲向咱内在。咱内在有一个菩提自性，迄个伊是清净的。咱只要去向内，把咱个自性，甲伊吹出来。咱安尼，咱人，啊，就是老师伊所讲迄个道德，道德伊无伫外，伊伫咱每一个人个自性当中。老师伊来伊个意思讲，叫咱个方向爱向内，唔好向外。不微薄，唔好再向外去啊！因此呢，要做大家以后讲，外缘内了，甘愿。因为呢，外口有迄个因缘，内了就讲咱内心有迄个精进。当外缘甲精进两项合着的时阵呢，咱的心甘愿扶持，是咱家己去有造出来的。啊，就讲。咱家己向外去追求，我辅助伊今仔日，啊，就是讲十二章伊的重点，要甲咱讲讲，咱的方向爱坐倒转来啊，咱唔好一直搁向外走，咱即摆方向爱坐倒转来咱自己本身，咱本身有一个清净的本性，迄个较是咱的重点，外口的物件伊是虚幻。伊是短暂，伊带予咱的是痛苦，吼。所以呢，德在自心，心外无德啊。德，伊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啊。咱今仔日若要去外口找德，伊是找无德的啊，吼。所以呢，闭上眼睛，为什么还要闭上眼睛？啊，就是讲，把咱向外追求的迄颗心，敞开，啊，因为呢，目睭看到咱能追到嘛，吼，把这个六根敞开，清理咱的心嘛，开始向内来关照着咱的心，因为呢。圣灵身份，伊最主要的，
就是咧甲咱讲，只要咱若清楚了咱自己的心呐，咱其实呢，就有法度通啊，咱个本性伊就自然伊就流露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咱修行的其实也是咧清理咱自己的心的啊。回头是岸，回到转来啊，唔好再向外去走，因为呢，离家千里，回家何千里啊！咱向外走愈远，要转来咱的厝会愈远啊。所以，咱若想哦，咱今仔日如果拢伫世间咧咧追着，咱若安尼，啥物时阵咱要转来咱的厝？要转来咱的厝？做嘞，就咱亲像一个囡仔，伊也去叛逆伫外口，伊敢知影他倒来，是毋是毋知？对毋对？啊，同款即个意思哦。如果咱若拢伫外口迄种，咱嘛若亲像迄个囡仔叛逆，毋知咱的厝伫倒个吼。所以讲，回头是岸，倒转来吧，把咱的方向坐倒转来，莫再去看外口。因为外口伊是虚幻，伊是短暂。咱今仔上界重点的是咱自己，咱到底咱的脾气毛病，到底咱今仔日，咱敢知影？咱敢有向这所在咧用心？吼、哦，这嘛就是老祖伊要甲咱讲，知毋知？转来吧，转来咱家己。只要你回来，你就爬上岸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咱无回来，咱就是伫外口咧做嘛，吼。好啦，故去必出处，甚物呢？伊去必呢，就是为福；出处呢，就是为福啊，吼。所以呢，我喊来用这个典故来做比喻。啊，就讲，咱也是，咱在这出真的拢知影嘛。主动，伊控不住伊个团队的时阵，伊的经费，所有一切拢是主动，一家处理的对无？啊，所以呢，控不住的嘛，曾经嘛，要甲伊的团拢主动，对无？啊，结果呢，主动敢有接受着控不住的，是不是无？到尾仔嘞，控制得传到啥？是毋是传到咱福主？啊，咱若想哦，控制伊安尼讲哦，伊讲现在贵啊，一旦输一条印在路上，人不堪其忧，贵啊不该流落，现在贵啊。咱福主，咱拢知影咱福主是毋作善的，对无？因为伊只一旦输一条印尔，啊，佫住伫路上啊，相信咱即摆。男女主要大得较好了，对啊，吼。可是为什么男女主伊今仔日会得着到？因为男女主伊的方向伊无伫外，伊无对。曾经呢，孔夫子看男女主安尼善吼，孔夫子伊嘛甲男女主讲：花啊，你较唔去做官啊，花啊啦。男夫主安怎甲孔夫子讲呢？伊讲伊无爱做官。伊讲呢，话又讲一个名称，就是讲，伊只要呢有五十亩的田地，互伊会当有饭通啊食就好。伊只要某一个所在有十亩的田地，互伊通啊种迄个丝麻做衫啊，安尼伊就好。伊说啊。是辅助的道，啊，就是讲，干辅助伊今仔日伊的心是放伫内，伊无放伫外，伊无把伊人生的目标放伫外口，伊是放伫伊自己内心当中。因此呢，伊今仔日较有法度通得着辅助的道，哦。所以呢，啊，就是圣人伊今仔日因的宗旨。圣人今仔日呢，因袂去因为伫外口，伊迷失了伊自己本身啊。
出来咱的苏主任了，安尼甲伊朋友讲，伊讲百年以来母不如子，百年以外子不如母，啊，就是讲，咱的苏主任伊甲伊朋友讲讲，伫世间我可能有你的风光，可是当出世间了后呢，你就不如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出世间了后，咱也是咱的孙子生一个婚啦，吼，啊，就是讲讲，咱的方向爱向内啊，吼。最后呢，我向来做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呢，也是咱的信仰内底孙子甲咱讲，伊讲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？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？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？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？啊，就是讲，咱的蔡公老师，伊曾经慢慢捌来到这人世间啊，啊，所以伊知影，伊甲咱问啊，世间真正予咱遐尼颠倒吗？啊，生活真正予咱遐尼欢乐吗？流行真正予咱遐尼引诱吗？物质真正予咱遐尼追求吗？咱若是，咱的生活当中，咱拢要烦恼啥？所以呢，老师伊嘛就是借着这句话来甲咱勉励。在人世间当中，咱除了烦恼之外，其实咱阁有较重要的物件，对啊吼。所以呢，老师伊知影讲，伫人世间足歹收诶啦，啊，因出伊会甲咱提醒啦吼。除了咱所烦恼者，其实咱阁有一个上需要烦恼，就是咱家己以后诶归处啦吼。所以呢，老师伊通讲啊，伊讲伊甘愿为路来吃苦啊，因为老师伊知影讲，人生诶旅途有甜也有苦。伊行多年呢，去拄着风雨，行多年受了苦楚啊，甚至伊行多年呢，去过了前途啊。所以呢，书伊甘愿为咱来吃苦，咱何况呢，就用这条歌歌啦吼。Oh.
方式当中有较早的设计，啊，也是较早的经验的时阵，我伫遮先鼓励咧，上天甲众生要甲我发下去。不过伫讲的当中，有一部分在做出一点点，啊，分离在做出一点点影响我较宽度。所以呢，就哈，工作咱在做出一点点，大家平安，得福丰盛，欢喜充满，感恩。大众云集。感谢陈讲师前到义济公，坤到义济公，以热烈掌声谢谢。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，到10点。